天我们来教小朋友们，真的是当一个老师。好，来自我介绍。Hello， 我是爱琪。后来就慢慢跟他们越来越熟，越来越熟，然后才开始进入正题，然后教他们唱歌。那一天其实我非常紧张，因为其实我不擅长跟小朋友互动，但是我成为了孩子王哎。哥哥哥哥，你可以去我家吗？这礼拜六我家有芒果，你来我家。想说啊，怎么那么热情啊？我觉得他们非常可爱。其实一开始他可能属于比较温柔婉约啊，但是导演把我很多自己的个性就丢进去了，然后就出现了很多会捉弄他啦，然后呢常常会有一些不按牌理出牌的东西。像这样哈，我已经大概一年多没弹吉他，然后每天练，每天练，手都长茧要破了。我特别喜欢这场戏，就是我很感动哎，唱完跳完，他们就会。爱琴老师，爱琴老师，我有感受到真的身为一个老师的那种成就感。这首歌《温泉我就是爱》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这位女士要干嘛？好，你一起来可以。我们家秋秋。我们为什么要唱《我就是爱》？选这首歌最大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讲爱。下个学期要继续加油。那期待这部片上映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去戏院看这部期末考。